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首先我们先找到 T4 这个 TAPA， 对，那 TAPA 这边有专业人员在这边帮你贴贴纸，所以我们要登录先，所以我们先在网络上预约，然后有一个 QR code， 然后给这边的人做扫 QR code 动作，然后他们会给你贴纸，然后我们再停贴纸进来，沿着这个地方向走。这边是恐龙的起点，这边有只大恐龙，耶嘿嘿，来吧，我们拍照。对，我现在过来了，这边是 arrival 的 pickup， T4 arrival pickup， 然后往这边走，这边就是那个恐龙的脚踏车步道。
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